历史绝版旧照，图一戴妃最孤独的时刻，图四世界头号美人。1992年2月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一起出访印度，当时查尔斯和卡米拉的恋情刚曝光不久，而且这一天是情人节，戴安娜王妃和丈夫的行程是分开的，她独自一人来到了泰姬陵，在这象征永恒忠贞爱情的建筑物下拍下了一张照片，令人莫名的心酸。葛丽泰嘉宝是上世纪好莱坞的传奇女王，她的成名是史无前例，极清秀艳丽，高贵于一身，影迷们为她的光芒所照耀，连影评人都不敢批评她，她无疑是上帝精心雕刻的艺术品。凯特王妃是英国王储威廉王子的妻子，她气质优雅，一颦一笑尽显王妃范，但是凯特王妃也有萌萌哒的瞬间，如图所示，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最高兴的时刻，王妃笑得见牙不见眼。伊丽莎白泰勒被誉为世界头号美人，她拥有一双美丽迷人的紫罗兰眼睛，加之五人可匹敌的美貌以及其跌宕起伏的演艺生涯和情感经历，让她活成了传奇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